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哦，是已经来开始了。可以看到这张地图是来到了黄金之柱，哦，来到左下角，我们七点钟蓝色的我们 Z Team 战队的 Hess 啊，柯玉鹏选手。好，右上角红色的神族选手，这是我们的黄玉翔，我们 Nice。好，看起来已经有人要做事了。我看到六点钟有怪怪的东西 ，Nice 第一把直接把水晶是前置在 Hess 家门外啊。他这个形状很像是哦 ，B，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BF， 没错。哎呀，就是这个形状。第一场就不客气了，好不好？我跟你讲，过来看到这个 B 在下面，他也是他这边就要想好怎么泡，你知道吧？因为这跟他原本想好的不太一样啊。他原本想的应该是。啊！被看到了，他原本想的应该、啊、这东西应该要在上面吧？怎么会在这里啊？看起来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这边放一个水晶塔。欸、要哦。被蛇攻。哦，这边还卡起来。要怎么泡啊？这要怎么泡？要怎么泡？这要怎么泡？要放哪里？完蛋了！我跟你讲，这个到底放哪、啊、我也看不懂。嗯嗯嗯嗯。不是啊，你这个就进不去了。你不要骗我了，这是要打鸡鸡哦。Oh no! Oh no! 到底要放哪里？完蛋了！这就是肚子里面的蛔虫吗？完蛋了！我跟你讲，他这个真的是他过来看到这个人的建筑学坐在下面，他一定已经慌了，因为他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要打你东西在上面的，你知道吗？真的、欸啊。好了啦 ，nice！ 好了啦 ，nice！ 很尴尬、啊，怎么办？这个演练场有放跟没有放一样。哎，两只狂战士，但是人家有两只，还多你一只工兵卡你位置。哎呀，一只狂战士已经被砍残血了，为什么你拉这只残血的冲在后面呢？被点掉了。哇，那这一把基本上已经没什么机会了，尤其时间只来到了2分27秒，这个战术啊，大招失败秀，1-0，由 Hess 是拔着头筹，完蛋了，这真的是不太行，你知道吗？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战术，我跟你讲 ，Nice 一定有想过，在这张地图，如果今天 Hess 正常把那个东西放在上面，他一定是有想过一个比较好的点位是可以放这东西的。嗯嗯嗯。但是问题是，今天 Hess 就不是正常哦，这真的是他直接把这个鼻影直接放在下面。Nice 刚第一时间就在想，干这个怎么这样子？为什么下面啊？我到底要怎么放？我放下面很像耗呆，你知道吗？我如果放在原本想要放位，就是那个斜坡那附近，也不太对。一定会被说耗呆，你知道吗？你这个又泡不到上面，也泡不到前面。嗯，啊，你这啊，到底放那个要干？啊，结果中间下一根就，刚刚 Hess 看到你，好，你下次跟啊，我就把它堵起来啊，看你要怎么办。真的，哇，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说是这个战术一决定，然后上去一看，哎，你怎么是长这样子？哦，同一时间就有点因为爆炸啦，只能这样子讲。哎 ，Nice 的大招失败秀，哎，学到了吗？不是学到了吗？是学乖了吗？完蛋啦、啊！这也是这真的是过去很绝望，你知道吗？嗯、因为这真的可能跟他平常天天演练的掰掰盘，可能他这个东西可能好，假设他今天放了50盘，跟你讲，对，大概只有一盘会遇到这种放下面的，是吧？基本上几乎都是放上面的居多了。太尴尬了，真的，这个第一场战术直接完爆的情况，我觉得对，不知道会不会对 Nice 在心理上面做出一点，就是造成一点影响啦。对，好，那我们这一场结束非常快，好不好？我们休息时间比游戏进行还要长，我们要进行一个3分钟的休息，待会双方第二局，我待会回来。
好，观众欢迎回来收看啊 ，DreamHack StarCraft 2啊大师赛的夏季太空人挑战赛。我是金主威力，我是赛平他。好，刚刚上一场非常之迅速，我们赛前聊了半天，对不对？说这个谁的近况怎么聊了一大半，对不对？进去游戏时间不到三分钟，那是一个前置水晶塔，然后后面接双兵营一个冶炼厂的快攻，是直接被 Hess 的下面的建筑学给完爆啦。我只不到三分钟啊，两分二十秒就结束了，两分半就不见了，完蛋了！难道我们 Nice 大神的本性又要拿出来吗？这是个双败淘汰的赛制，他该不会已经想得这么远了吧？你说抓放，他又要抓放明年的台港号，抓放明年的台港号。我看他抓放，通常都要抓放一整年了。不行啊，他是2021卡托维兹冠军，他怎么可以抓放明年台港号？明年台港号就已经来不及了。我觉得偏危险了，真的。好，双方的第二局，来看一下地图，是来到永恒之梦左下角哦，蓝色的台湾省选手是 JT 的 Hass， 右上角呢，目前刚刚使用了个大招失败球，而且0-1落后，红色神族我们的 Nice。好，这一局。哈斯是不是又把水晶塔放下面了？等一下，对，没错，他又放下面了。嗯，等一下，这张图放下面也还行啊，啊，主要是哈斯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就是他看他比赛，其实放下面的几率应该差不多一半一半了。嗯，我也觉得，有时候他就是会直接这样放。他是什么？他是不是裸？好像是哦，裸了。裸喽，现在才放兵营哦。哦，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这 PVP 内战有人在裸双的吗？他是不是觉得很少很少很少？他是不是当在虐菜啊？虐菜！哇，完蛋了！这个 Nice 在他已经不只是 Nice 肚子里面的蛔虫了，我跟你讲，完蛋了，就是他已经是。Nice 的爸爸妈妈等级，你知道吗？开玩笑。Oh no！ 好偷啊！好扯！好偷啊！好扯哦！而且 Nice 现在 Nice 有侦查吗？我来了，现在看到他过来看到你的兵怎么现在才好？哎，而且你二基地已经要好了。我跟你讲，这时候要放 Race 传给我的音效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我跟你讲。绝对是中风，直接中风，血压直接飙起来。而且现在有一个，现在等一下会出现一个很好笑的画面，这两只直接往前走。如果等一下那个黑子这边直接二矿放电池，如果二矿直接放电池的话，是硬手守住的话，那是要就超级。哎呀，这个还往上一看，哎呀，利亚放前面。他说：“你跟你讲，他这个就是你不给我面子没关系，我也不给你面子，我就当着你的脸上面放。”好，当着你脸上放。那个 Nice 的前面两只追猎是已经要到海子家门外，但海子这也是同样时间加速两只追猎，然后还放两个电池。我感受到 Nice 的怒气了，这个怒气绝对是满点，绝对满。可以裸成这样子 ，PVP 裸双。但是后面电池好的情况底下，哎呀哎呀，这个电池要掉了，这个电池要掉了，他直接把电池蹭掉，哇，这个 VR 很尴尬哦，因为 Hess 的二矿是有电池的，但是 Nice 前面电池是已经被点掉了、啊，后面再补一个，还没有再补水晶塔，要压不朽，但这个不朽有没有机会出不来啊？完蛋了，我觉得怪怪的哎，怪怪的，四只追猎了，两只就是想往里面飘哦。可以，王主花标，王主花标，不说，但这边 Hess 就要赶快把这个 VR， 他没有完蛋了 ，Hess 现在没有在点那个。好，说这里，说这里，说这里，说着就说着就好了。哦，再点 VR， 再点 VR， 他想要把 VR 硬点点掉，点得掉吗？点得掉吗？但是不朽会出来，第一只不朽出来了，点掉一只追猎 ，VR 掉了，爸爸真的出来了，杀了十只工兵，看起来不太妙啊，因为家里面这两只僵尸是没有办法做解决的、哦。要传，越传很慢，越传很慢，好像又要进去了，要进去了，不要贴在脸上啊，给点面子。等一下，还没解决完啊！哇，工兵已经被杀光了，工兵已经被杀光了，稀了了，真的是稀了了。啊，十八只，
我跟你讲，听说你裸霜是吧？听说你裸霜。好，这边 Nice 把兵力继续蓄起来。要不要往啊？二矿这边有追猎下去，好像也不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就卡在这边不让你一个矿营运了。前面裸霜经济上领先，其实已经差不多吐光光了。没有错啊，什么吐光光，已经亏到妈妈都不认识，连血都快吐出来了。哎呀，唯一的好消息，空间之门好了。啊，不是啊，好了，你也刷不出追力啊，你只能刷那个没有 B Y， 没错没错，那个后代狂战士，你知道吗？没错，然后你就看到这个狂战士走过来，好像也走不用走出来就可以了。哎，超级电池，超级电池，坚持了一下，坚持，不朽还在甩，哎呀，但是其实兵力越蹭越少了，这个正面看起来已经扛不住了，再没有办法能够刷出更多追力机，后续的情况底下只能打出这局。有 Nice 在这个局面上扳回了一城，双方战成的是1-1的平手。讲真的，刚如果那个教室没有飘进去的话，如果有卡好没有让那教室飘进去，好像还真的挡得住，有机会挡得住，看起来是挡住了，因为 VR 被点掉，他只有一只不朽，离后面的兵其实也很久。 Nice 要把就是他那个正面的部队运到前线去给 Hess 压力，是要隔很长一段时间的，对吧？我觉得那两只教室是非常的关键。看起来这一场的战术叫做激怒，他已经成功把 Nice 激怒了，激将法啊，就是现在 Nice 满肚子的怒气哦。我们等一下先询问他桌子有没有多一个洞。你不应该这样讲，你应该说，请问今天桌子换了吗？就换了吗？其实就跟说你今天有吃药吗？大概意思是差不多的。直接找厂商，找厂商赞助 Nice 桌子，寻找一片特别坚固的这个桌板给他，每天可以做替换。对，这个前面的两只教室真的是让 Nice 有种把战局突然出现了一道曙光啊，起死回生的感觉。为自己在后续上面能拿下这一分，我觉得贡献真的是到非常非常多。因为呢，基本上，因为 Hess 的正面其实压力还是很大，因为 Hess 其实不断的用，兵，还有那个关键那个不朽在那个 timing 上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强，所以 Hess 正面其实压力很大，他其实没有办法去顾到背面的那两只教士，所以照理来说，那两只教士是不应该，让他飘进去的，但也就是因为那两只教士飘进去，所以Hess 家里面经济是完全的被瘫痪，这个局面也就是突然之间又。倾向 Nice 更多一点，真的是这两个人打比赛就不会看到正常的局面，你知道吗？这个 Nice 一定气，现在已经快气到中风了。这个两把过去，两把都长得特别奇怪。我觉得他应该也打 Hess 不就这样子吗？对吧？不是啊，这个打野时长这样是没错啦，但你知道那个内心的气，你就没办法，就你每次就很像你每次你可能就收到一个很讨厌的人，然后你每次就知道他就会这样打啊，但就是虽然有时候就赢了，但你还是会觉得很气，你就一直说这个是不是智障啊，你知道吗？然后就很想捶桌子，操！你说赢得很不爽这样啊，赢得还是很不爽啊！说哎呀，我赢了，可是我却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喜悦，太不舒服了，没办法。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三地主是来到了永恒帝国，左下角红色的神族 Zetin 的 Haas， 右上角蓝色的台湾神选手是 Nice 黄玉祥选手，1-1。好的，这一场Haas 终于是暂时啦，把这个东西放在了高地这里。嗯，怎么讲？这个真的是，现在 Nice 一定要沉住气，你知道吗？他一定要想着，这对手今天还是把他当人看的。就是我们就还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啊，不然这个再这样打下去，我跟你讲 ，Nice 等一下一定会做出一些比较不理智的东西哦。我很害怕他今天就又要下去睡觉了。没关系，Nice 最近对不对？扶摇直上，这个正赛一开打，对不对？越来越像我们预言所说了，我们越来越离冠军越来越近了。啊，这边还是随便他点外面哦，这里应该是野 VS 吗？
野 BS 还是应该是野 BS 的机会高一点。嗯，野海石这个建筑学长得蛮特别的。野海石这个建筑学，它的那个水银塔是一根在最外面的，然后那个而且重点是那个水银塔是完全被隔离在最外面。这个如果真的遇到奇怪的东西，是不是也觉得蹦蹦被搞到啊？真的是有点奇怪，怎么长这样子？建筑学长得特别畸形。蹦一下，那个三个建筑物就全部都停电。好的，星际之门 ，VS 下去喽。嗯，那 Nice 这里则是先出一个追猎跟一个哨兵。那还是因为这个前置的星际之门关系，把瓦斯留给了这个 VS， 所以后前面的兵营是出了教室。好，把侦察的探测器给点掉了。好，那 Nice 这把打的应该还是比较营运的东西啦。嗯，因为目前看他这个哨兵第一支就做哨兵了，那应该不会打一些比较激进的。而且前面还下了，这是怎样？哎，有看到，梁教授看到了，家里面还下电池啊，补了两个电池，很怕啊，他刚刚是不是那个工兵在他家里面感觉到还是有点怪怪的？有可能。哦，这边要抓一只教室，好，成功抓掉，可以。先支箭，还是需要续到第二只是不是？他第一只还没出来是不是？嗯，好，来过来，没看到东西，那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感觉，还是要有感觉，应该还是有怪怪的。没关系，主矿这里电池是应该已经有摆了。冲进去，这个先知冲进去，冲进去，追猎已经在等你了。你好，你好，干脆变一只幻象先知跟在他旁边怎么样？哎呦，听起来这个主意不错哦。直接变一个双胞胎出来，我们双飞，好，双飞，双飞，这应该是 Nice 蛮喜欢的一个环节吧？让他双飞。哎呀，我想一下，不过现在至少这一把。目前这样看起来 ，Nice 这边都还算能接受的。好，这先之箭，等一下续到两只哦，可以直接无视这个电池，所以Nice 在防守上面可能还是要小心点。二矿这里有流兵，好，哎，三飞，没有，他错边了，他往上看，但是刚好可以看到这个教室哦，第一时间这个门口的工兵有没有做反应？要上去点一点哨兵，一戳这哨兵，那个教室，怪怪的。杀了六个，但是教师死光了，再多掉一台先剑，这样有赚吗？你觉得？我觉得这样硬杀应该是没有赚的。哨兵只掉了一只嘛？啊，哨兵只掉一只。我其实刚刚那个情况下，理论上啊，应该是这个哨兵应该全掉才对。主矿这里，禁制鬼雷要放了吗？禁制鬼雷。禁止鬼雷睡着啦，你为什么没有感觉？阿嬤，我也卡吧，整框定起来，我跟你讲，这生气了，这真的要生气了，是不是？哇，要生气了吗？生气，我们要做好一下情绪控管哦。这个生气不见得打得下来哦。OB 来了 ，OB 干嘛？多杀一点。好像没有杀到特别多，目前只有两只、三只，立场还在隔四只，不太多，不太够，直接走掉，不太够，真的不太够。刚刚那个主矿那一群工兵全部都在发呆睡觉，真的是发家致富的天哪！身为最常常去放这个禁制鬼雷的 Nice 啊，竟然被反定了一大波。不能接受，这个盒子一大波，这真的是全部都在睡觉这整框除了上面那个瓦斯厂还有在踩之外，其他全部都睡起来了。没错，不能接受了，不能接受。完蛋了 ，Nice 是不是他的那个理智线已经断掉了、啊？他是不是那个怒气已经遮蔽了他的双眼？他已经看不到那个禁制立场在他家丢下去了，仇恨已经。遍布了我的双眼，我舍不得看不见。我来这边人已经出门了。他现在能看到之后，对面一个击败的神族。
天！啊、no！ 这真的是气到爆炸哎、欸！真的，海子这边已经开始提冲锋了，并且是先补了起来。Nice 这里要用这个冷静，看看能不能找点机会。这个空投不朽，空投不朽，空投不朽很厉害。哦，但是刚好 Nice 这边有一只不朽。哎、欸，哎呦，完蛋了，他会不会回不了家？啊啊啊！他回不了家了吗？哎呀，他回不了家啦！啊，现在还有一只回得去了。哎、欸，一只不朽换两三只追猎吧。哎、欸，可以啊。哎、欸，那换奈子头，换奈子头，这边要杀工兵，杀两只，杀三只，点这个水晶塔，要不要干扰一下这个义工？可以哦，把好点掉，赶快走，赶快走。二矿也在杀农哦，二矿在杀农、哦。有有有，但是 OB 目前还没有为我们带到，什么情况？被点掉了是不是？对，是解决掉了是，好像是解决掉了。嗯，完蛋了，杀了五只工兵。这个 OB 也是，他跟不上这两个人节奏了，偏睡觉啊，嗯、很累很累。哦，看到海子传兵了，不是他自己的先知剑，我在说什么？哎、欸，刷了一个白球，是你是我的眼吗、欸？对，彤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没错没错，都是 nice 的。这一波其实 Nice 应该还是有点压力哦，因为这边、可以看到 Nice 这边科技那个圣塔王库还没好哦，而且他冲锋也还没有好，兵一下才刚补好，这个时候二基地还没有电池啊！哎，他的部队到底在哪里啊？好，这边开始打传送门才刚好盾开起来，但是没有人技能为不朽来操作，哎呀，被点光了。两边互相都开始捅，其实奈斯应该是有个人进去骚扰海家，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正面已经扛不住了。在没有能够扛下海子这波进攻的情况底下，家里面已经没了，只能够打出这局比数是来到了 Hess 的听牌局2-1的领先。完蛋啦！哎呀，他没有看到 Hess 要来啦，看起来。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我感受到那个怒气值已经在累积了。他现在大概是95%了，你知道吗？要爆表了，要突破天际，真的是要爆表了，这真的会气死。刚刚那个被主攻那个被定那一整波太亏了啦，那个整矿都没在踩。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那一波之后，很明显这个奈斯这边的科技就落后，就这边就开始落后了，所以后面就很难打。对，你看可以看到上面那个生产列表，义工落后，而且这个时候，Nice 也没有圣堂文库，也没有冲锋，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他就只是hold 在那里，然后不断的想要人进去制造点机会，但其实，还是这一波已然到来，他是自己却浑然不知啊。啊，就走在已经真的是已经到脸上了，他在三矿那边那个去盖，原本还想三开，你知道吗？嗯，想办法把他偷回来三开，然后结果。三开那个工兵走过去，发现干你的部队怎么在我这边了？对，已经来不及了。他连二矿任何一颗电池都还来不及下，人家就已经压在脸上，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机会去把这个局势给扳回来，非常可惜。我跟你讲，这个刘恩士先去查一下那个解热那个叫什么，就是退火解热退火的那个青草茶吧。对对对，类似找茶这种东西，等一下传给 Nice 哦，等一下去大家去私讯 Nice 的粉丝团，然后把这叫什么解热退火的这些秘方，通通贴给他，不然我怕等一下他高血压起来，直接在家里手抬不起来。然后拍拍他的肩膀，黄选手，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们还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身体重要，健康大权，对不对？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让怒火攻心。我们这边也要稍微休息一下啊，咱们待会双方的第四局，希望我们奈子号恢复冷静，然后看看能不能制造更多的机会把局势给扳回来。我们待会休息一下，下一场。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收看 DreamHack StarCraft Tour 2020 Summer 夏季的台港澳日挑战赛的第二天季后赛的赛程。我是今天主播 Z， 我是赛平 Top。好，刚刚这一局是来到了很关键的、胜部决赛，由 Has 来出战 Nice。前面三局打完，是由 Has 是取得了一个2-1听牌的局的优势。那前面其实双方都有运用一些战术上面的博弈啦，包含在第一局那只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前置建筑快攻，但失败了。那第二局的话，则是 Has 是非常快速的扩张自己经济，是一个裸双，在没有下任何其他造兵建筑的情况底下，开了这第二个星和第二个矿。但是只能说被 Nice 惩罚了，留了两只教士把自己后面的所有探测机全部屠杀光光。那第三局则是很关键的，则是那个星际之门的先知剑、定了一把非常大的禁制鬼雷，瘫痪了 Nice 主矿的经济、也是那一次上一局非常关键的转折点。那紧接着就要看一下第四局、第四把这边双方要来怎么做应对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是来到了死亡光环右下角，我们4点蓝色的、台湾神选手凯子战队的 Nice 黄玉祥选手，左上角红色的、这是 JTeam 战队的、我们台湾的柯玉逢 Has。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直接讲 Nice is on fire， 你知道吗？ On fire 裸双了。Oh no，等一下 ，Nice 过去到底会不会中风啊？这场盖完兵营，赶快出门哦！赶快出门，赶快出门，赶快去他家。他这个 on fire 不是他状况很好，是他已经快要那个火气要起来要中风了，你知道吗？他的心已经烧起来了。没错，跟你讲，这个一过去看到你又裸双，你在跟我开玩笑？我的天哪、但不得不说，刚刚那一场看到还是裸双，他的选择那波进攻。还真有可能被孩子守住。好，今天看到你又裸双，好，进去也不用了啦，反正你就已经知道了。还是又要在外面点一根水晶塔出 BR 呢？但这个水晶塔会不会又被孩子看到呢？我觉得这很关键。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又要点，是不是？我觉得应该要点吧。好像会点哦，应该必须要点吧。不是吧？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啦！我头好痛哦！好啦，我觉得不如就……我跟你讲，这就是提供要 Gear 跟水神的区别。啊，我前脚才刚到啊，你怎么就在我旁边？啊，我怎么走到哪里你就在如影随形？好啦，不管了，一点了。那局面可能跟第二局会有点像哦。感觉应该是真的是，哇、哦！我跟你讲 ，Nice 现在，我跟你讲，这把要是……真的被 Has 守住，跟你讲 ，Nice 一定中风。大家真的要记得，我跟你讲，真的要记得去私讯 Nice 的粉丝专页，跟他说怎样才可以降火气，不然这个我怕他真的会嗝屁。哎呀 ，Has 这边甚至把水晶打直接插在前面，开始盖电池哦，你的盖在脸上的电池。哎，狂战士已经来了，要在脸上多补这两个电池的 Nice 是不是有一点自欺欺人呢？两只追猎来了。哇，我觉得这个 VR 不行欸，我觉得这个 VR 不行欸。哇，来了，往后，然后加速，有没有办法加速那个东西出来？有在加速，但是这两只追猎已经限制不住了，等于说还是有多两只追猎在硬点这个 VR 的，不太妙。那边一直砍啊。好啦，我觉得看起来怪怪的，好像可以宣布了吗？可以先宣布，让我们玉祥选手先上去急救，让他们毒死了。哎呀，没有每一局都给你穿进去的啦，你以为对不对？整天中乐透，不可能，不可能。哇、啊，毒死了！我们不可能背上每次都让你捅两把刀，没有这种事情。我跟你讲，这真的，我先帮赖斯，我们先举一把同情的眼泪，叫救护车，你知道吗？真的要叫救护车了，哇！救护车，我的天，被玩爆啦！这个局面啊，这真的不是被玩爆，我觉得有点像是被玩弄，你知道吗？真的，怎么办？被戏耍了，非常的痛苦。这个还是竟然还可以反压，
Nice 只能飘这三只教室啊，人家时间价堵口了，你要怎么飘？骗自己，你知道吗？真的是骗自己啊！他过来看到你这个二矿可怜的进度，看了看，看了看你这个进度，可怜啊！别跟我说笑了，就这样子，你跟我还想跟我继续往后打，开什么玩笑？我热矿都不知道踩多久了，你这连个影子都还在盖，不行啊，不行，对吧？而且因为刚刚这个前面 VR 被点掉的情况，这个 Nice 自己家里面的机械制造厂还比 Has 慢呢、啊。然后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Has 直接兵补起来，然后这边人气就直接出门了。然后这边给压力同时，家里同时转猎光球，跟你讲，我觉得已经生无可恋，你知道吗？已经不是，这已经不知道要怎么玩这游戏了。对，会中风。Oh no， 补了个电池，但是海蛇追猎很多，追猎很多，来，直接集火的、哦。哎，刚好抓到这三只教室，哎呀，很尴尬。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又来了。Nice， 赶快刷兵啊！这边还刷一点，怕。海石要来进行一个上下的，哎呀，上去硬点了，有没有超级电池？好，先把电池点了，电池完了，超级电池的机会都没有，没有超级电池了，没有任何超级电池的机会。这边人进出来操作，拉出了工兵，想要守这一波，但是人进也跟着被点掉了，看起来已经没有更多生还的可能。这边海石在这场 Nice 胜部决赛上面是3-1，非常轻松，大幅度的比数。是率先挺进到了台港肉挑战赛的决赛，哎，受不了，你知道吗？同情的眼泪。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捶桌子啊！直接捶到爆，哎，真的气死！我跟你讲，这真的气死。他一定觉得，这只要是那个啊，只要是那个，他没办法。平常你就知道 PVP 裸双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东西，你知道吗？没错，但。你今天就对手就连续就不是连续就在这个分站两把抢给你看，对，然后其实原本第一把也是要输了，然后第二把这个就直接被屌虐，对，哦、真的因为其实海石在这一场就是修正了他第二局所犯下的一些失误跟错误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毒口非常关键，不让你这两只教师有任何机会可以飘进来屠杀自己的探测机。这边的关键点也就是刚刚第二局为什么海石那一把会输的原因呢、啊？他已经除错成功了，你知道吗？就把这个缺点给弥补起来，基本上，Nice 要再找机会也是更加困难，而且包含在前面的 VR 根本就连第一只不朽都造不出来。这样的局势对 Nice 来说，要继续往后打，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严峻、非常非常困难。你讲这概念就跟什么样，你知道吗？就是宠族内战，一个你裸双，正常是裸双嘛、嗯，你遇到对面裸三，然后你爆狗过去还打不死他，你知道吗？跟这个概念是差不多的。嗯、的确，真的是会气死啊！哎，没有办法。那我们先去私讯 Nice 的粉丝专页，跟他讲一下我们这个退火的秘方哦，养心丸。对，看似要。化学的退火还是物理性的退火，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去建议 Nice 啊，对不对？他可能需要好好的沉淀一下，还是要物理加化学，物理加化学这个收费可能就会高一点了。Oh no， 真的 ？Oh no！Oh no！ 天哪！啊，这边画面上是已经可以看到目前台湾挑战赛的赛程表啦。Nice 在胜部决赛部分是1-3不敌的海石，下放到了败部的部分。那在明天呢？明天的第一个 match 上是要来先对上今天赢了 Rex 的 Expect 哦，是一个神打人的对局哦。那海石呢，在赢下胜部决赛的部分，则是已经非常轻松哦，在决赛等着了这个波七。哦，而且甚至是胜部拥有一分的领先，哦，这是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其实很可惜，刚刚 Nice 没有办法能够赢下这个关键的系列战，也是没办法，哎，很可惜，只能在下面去败部，好好思考一下怎么打人类。没有没有，他打人类应该是，我觉得打人类那是稳稳的啦，对吧、啊？但他现在要思考的是这个裸双要怎么处理，你知道吗？这个裸双看起来他现在的这个应对的方法感觉是不太妙，
对啊，不太稳。然后再加上他遇到的是提瓜盖，你知道吗？他第一时间下去就看到他在哪里，直接跟你对下一个水晶塔。因为我觉得海石会这样下，应该也知道奈斯会怎么去做反制，但是就刚好他也没想到第一点，他就是刚好寻到第一时间就那个 VR 跟水晶塔就放在那里。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无奈的部分，对啊，他的确应该会去寻奈斯有没有把东西是也在外面，但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为什么第一次就是才刚往下走没几步就看到那个水晶塔，哇，对于奈斯来讲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啦。怎么样？跟着对下绝对是会被虐的。我不腐烂，他跟着对下绝对，你如果他裸伤，你跟着裸伤，你绝对会中风。因为你现在前面都裸伤，我也来偷一点，就下一把，就到时候下一个 match， 还是全部打你一波。我跟你讲，你一定直接中风，就想不透这个人到底要怎么打。嗯，哎，没办法，这个看起来 Nice 还没有对冲破。还是这个神打神知道高强啦，因为的确 Nice 在神打神其实也不是到对他自己而言不是到非常有把握的一个种族对战内战上面啦，这个胜率没有到特别的高，但还是的确不管在天梯上在比赛赛场上，这个神打神的确是他拿手的强项之一啊，真的很可惜 Nice 是虽然最近近况不错哦，但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没关系啊，我们在败部好好的准备一下哦，再打赢就如果一个不小心打赢 Inspect， 然后在决赛的话呢，又要再和海狮啊进行一番系列战，这到时候可能又是一个非常头痛，需要多做一点准备的局面，这边就可能要来期待一下了。好，那我们今天哦台港热挑战赛的转播其实也在这边要稍微告一个段落了，很可惜哦 ，Race 在季后赛的第二天是已经遭到淘汰，确定是取得一个第四名的成绩。那我们明天呢？则是夏季啊台港热挑战赛最后一天赛程，拥有我们的败部的决赛，以及最终的Grand Finals 最终的决赛大家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台湾时间晚上的8点来这边准时收看。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今天主播 AD。我们就明天再见啦，明天来见证一下我们2020年第一个台港热的冠军，我们明天见，拜拜。